佛说世诸王子已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，过去生中即佛弟子，故今佛相之也。此表一切诸法不离因缘。一切法有因有缘，有果有报。啊，因缘果报，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这个定律。你种的什么因，你会遇到什么缘？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就这些人，过去生中是世尊的弟子。这一次世尊示现成佛，哎，又遇到他们了，说明这些人善根深厚啊。这里面透出给我们的信息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离不开因缘果报。真正明白了解了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什么事情第一重要？种善因第一重要，结善缘第一重要。啊，善因善缘很多啊，啊，哪一个因又是第一重要呢？帮助众生觉悟第一重要。你看，诸佛如来不干别的事情，专干这一样。这一样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法不是吗？啊，《般若经》《金刚经》大家念得很熟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的比喻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啊为人设四句偈。四句偈是法布施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。为什么？七宝布施只能解决物质上的问题。啊，物质生活过得太苦了，你让他过得舒适一点，不能觉悟啊。不能觉悟就是不能自我改善啊，要靠别人，那苦啊！啊，所以佛不做这个，佛一生专门致力于教学，法布施，住世教学49年，乐此不疲呀。印光大师为我们做特别的示现，示现什么？示现没有语言教学啊，他是山西人，乡音很重啊，讲经一般人听不懂。
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文字。用通信，用文字教学做得非常成功啊！啊，他老人家70岁出来弘法，70岁之前读书，为我们实现古人所讲的“厚积薄发”。啊，你看70年的功底，这一发出来力量大了。啊，他老人家弘法这10年了，80岁圆寂，10年的成就，在这100年当中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太伟大了，啊，慕名向往亲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出名之后供养也多了，老人家的供养一分一毛没享受，还是穿自己破烂的衣服，还是吃常住的大锅菜，啊，所有供养，这都是他教我们的，只做一桩事情。应经布施，他把人家供养的钱建了一个印刷厂，啊，自己印书，啊，这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，啊，叫弘化社，这是他老人家的事业，也就十方供养。啊，印经论善书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讲经，啊，那一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讲了研究。前面2个月住在谭虚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啊，要住图书馆吗？看到图书馆收藏印光大师弘化社的书很齐全，啊，我非常欢喜，啊，因为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，啊，那我们称印光大师称祖师了，有这一份感情啊，才知道老人一生就干一样事情，真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。偶尔各地有一些灾难，什么旱灾啊、水灾啊、雨灾难，嗯，他也救灾。救灾钱从哪里来了？从印经的款项里面拨出一些钱来救灾。印经为主，其他的事业是附带的。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：
专款专用啊，有大灾难呢，可以在专款里面提出几千块钱，那个时候是大洋啊，很值钱的 啊。我看到那个上海护国惜灾发会里面就在应金款项提出3000大洋救灾。这都是给我们做示范，启发我们啊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法啊。所以我学佛出家之后完全学印祖啊，这是李老师嘱咐我。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，老师很谦虚啊，跟我讲，他说我只能教你5年，那5年之后呢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，你跟他学。我说谁呀？印光大师。我说不在了，那怎么跟他学呢？文超在啊，所以李老师送了4本印光大师文超，正篇2册，续篇2册啊，这是最早的时候，60年前。啊，现在全集出来了，一共这么厚的本子7册啊，读他老人家的书，依教奉行，就是老人家的弟子啊。所以四众同学对我的供养，我差不多也是80%，甚至90%都是去印书去了，印经啊，大藏经我们快满10000套了啊，四库全书我们印了100套啊，四库会要我们印了200套啊，同学们记住，以后不要给钱给我，我年岁大了，再给我叫我做这些事情，你们好意思吗？有钱你们自己去做，何必来找我呢？啊，我年岁大了，做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不再想做了啊，不要钱了啊。不是佛书对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，有真正好处的，也要做，也要印啊。像我现在是这个在印刷厂里面有10000套出来了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，我印了10000套啊。这一套书我们希望帮助全世界，怎样把社会治好，把国家治好，把世界治好啊。唐朝在中国是最负盛名的一个朝代啊，他的政治办得好，
就靠这一部书。啊，我们想把这一部书啊传送给全世界。啊，另外还有一套《国学之要》，民国初年。啊，这些国学大师，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编成的，就是《四库全书》的精华。啊，一共8册。啊，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得到这么一套书，很多人告诉我，可能再找第二套就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也把它印了1万套。这是什么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。我们今天讲传统，中国传统文化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一部书学起，一共只有8册。啊，是四库全书的钥匙，是其如四库全书的门径。你先去读这个，然后你对四库了解了，你对四库认识了，你再喜欢哪些东西，你专门去研究去。这套东西太好了，没有这个，你看四库全书，啊，现在商务印书馆印的本子字很大，啊，印得非常好，1500册。你从哪里念起？啊，我买了100套，本来是想送给国内大学的，语言不去做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分开，澳洲有10套，印尼有10套，马来西亚有10套。啊，我在想着送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。没有别的意思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不要让它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完全毁灭掉了。我们用心在此地，啊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真正要立志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弘法立身。啊，除此之外是一无所求。做佛菩萨的传人，做古圣先贤的传人，这就是借愿作佛。这一品经对于我们的启示啊，啊，真正发这个心，我们相信你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这个心发不出来，发出来也叫露水道心，他做不到。真正发心，真正能做到，就跟这个经上一样，你过去学过，你有善根，有福德啊，今天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赋给你的使命，
你把这盏智慧灯永远传下去。